Hello， 大家好，我是小黑。今天跟祥子来南宁乡，不能说是吗？来玩，不是，你不是来吗？来办点事情，跟祥子来办点事情。他不让修，我就不修了。哎呀，然后现在洗好澡了，明天早上再回去吧。洗好澡了呢，去看一下南宁有什么特色小吃，先去尝一下看味道怎么样。去到哪一个地方，最主要的就是当地的小吃，我们得去尝试一下。如果说去湖南的话，要吃臭豆腐。好了，现在穿衣服出去。得了吧，准备出发了吧 ？Let's go。你还洗澡吗？洗了。不洗就走，去宰祥子一餐间南宁特色小吃，走。顺便拿这个充电宝去反省一下。你看，主角这里今天搞七凶起来，哎呀，弟弟在哪里？哎，弟弟，厂那边，是吗？修楼的也可以要修楼哎。冷吗？这个拿到。配合一下我行不行？你说冷，冷吗？不冷不冷，一点都不冷。冷，一点都不配合的。原来南宁这么冷，不冷不冷，一点都不冷，不冷，五度啊！闻到香味了，羊肉。看一下南宁的什么，跟我们那边有什么不一样的吗？你们见过我吗？老弟来了，我都跟你们喝过两次吧。我这还有点，我跟你啊。两份，要两份呗，剩两份，剩两份。要辣没辣？辣没吃完呢，微辣微辣。要烤过了，烤鱼吧。烤鱼点吗？准备上了。我都不知道是什么肉，你来点。烤鸡哦，烤鸡哦。那在烤鸡。要烤鸡是吗？你是去隔壁那里，你那还要烤啊？自己烤的呀，剩下现烤啊。那拿一只给他们呗。先喝两杯，再吃。哇，这边是冰的，这个不冰的，先放一。哦，跟边来了。我们跟那边来。那他应该下午啊。哎，行呢。行。我们跟那边呢，你要冰的吗？都可以。那大家还没走啊？现在我朋友有开始有冰了。不卖啊，好啊，拿我头啊，看一下。来了吧，来了吧。可以，可以。把整个挖嘛，然后放过来。还能干？主要白应该还大。这个是
特色小吃的吗？萝卜说的吗？对、嗯。等一点。嗯，要蒜哦，蒜，烤鱼，很嫩的吧？好。来，我想那个紫烧烤鱼，这种停车停在这里又压着你了，靠那个又靠不住，就是那个秀江那个什么三秀菜市那里。肚子饿了，狼跟虎咽了。应该色香味应该过来放了白羊来哟、哦、那么烫啊嗯你来来一个是吧这个凉的吧哟哟哟这个很补的吧这个吧那要不要我喂你太烫了等一下再拿吧这个的确有点烫哦，这个好大个的，这个你们北方有没有这种？应该没有。北方的朋友科普一下。这个是龙虾。太烫了，我等一下再吃吧。本来说今天跟祥子上来香什么？你露出来了，你过来找我哥喝酒了，然后过来找。这是我哥。找老哥。我哥了。真的啊。那个很热情的不？给我们点了生蚝。哟。可以啊。嗯。好吃。